炉香在，炉香乍热，法界蒙熏。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皆祥云。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行如来真实道，愿证如来真实境。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愿我及一切众生，今未来际，遍一切处，身、口、意，自然流露佛知、佛见、佛智慧、佛境界、佛功德。愿我及一切众生，自然契入如来知、如来见、如来智慧、如来境界、如来功德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3，离世间品第38之一。尔时，世尊在摩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普光明殿，坐莲花藏狮子之座，妙物皆满，二行永绝，达无相法，住于佛住，得佛平等，到无障处不可转法，所行无碍，力不思议，普见三世，身恒充遍一切国土，智恒明达一切诸法，了一切行，尽一切疑，无能测身，一切菩萨等所求至，道佛无二究竟彼岸，具足如来平等解脱，正无中边佛平等地，尽于法界等虚空界，与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俱，皆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各从他方种种国土而共来集，悉具菩萨方便智慧。所谓善能观察一切众生，以方便力令其调伏，助菩萨法；善能观察一切世界，以方便力普皆往矣；善能观察涅槃境界，思维筹量永离一切细论分别，而修妙行无有间断；善能摄受一切众生，善入无量诸方便法，知诸众生空无所有而不坏业果；善知众生心始，诸根境界方便，种种差别悉能受持，三世佛法自得解了，复为他说，于是出世无量诸法，皆善安住，知其真实，于有为无为一切诸法，悉善观察，知无有二，于一念中，悉能获得三世诸佛所有智慧，于念念中，悉能示现成等正觉，令一切众生发心成道，于依众生心之所缘，悉知一切众生境界，虽入如来一切智地，而不舍菩萨行诸所作业，智慧方便而无所作，为一一众生住无量劫，而于阿僧祇劫难可值遇，转正法轮，调伏众生，皆不唐捐，三世诸佛清净行愿，悉已具足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一切如来于无边劫说不可尽，其名曰普贤菩萨
普眼菩萨、普化菩萨、普慧菩萨、普见菩萨、普光菩萨、普观菩萨、普照菩萨、普床菩萨、普觉菩萨。如是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微尘数，皆悉成就普贤行愿，身心大愿皆已圆满。一切诸佛初心是处，悉能往意勤转法轮，善能受持诸佛法眼，不断一切诸佛种性，善知一切诸佛心事受记次第、名号、国土、成等正觉，转于法轮。无佛世界现身成佛，能令一切杂染众生皆悉清净，能灭一切菩萨业障，入于无碍清净法界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入广大三昧，名佛花庄严。入此三昧时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六种十八相动，初大音声弥不皆闻，然后从其三昧而起。尔时普慧菩萨知众已极，问普贤菩萨言：佛子，愿为演说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衣？何等为其特想？何等为行？何等为善知识？何等为勤精进？何等为心得安隐？何等为成就众生？何等为戒？何等为自知受记？何等为入菩萨？何等为入如来？何等为入众生心行？何等为入世界？何等为入劫？何等为说三世？何等为知三世？何等为发无疲厌心？何等为差别智？何等为陀罗尼？何等为演说佛？何等为发普贤心？何等为普贤行法？以何等故而起大悲？何等为发菩提心因缘？何等为于善知识起尊重心？何等为清净？何等为诸波罗蜜？何等为智随觉？何等为正知？何等为利？何等为平等？何等为佛法十义句？何等为说法？何等为持？何等为辩才？何等为自在？何等为无着性？何等为平等心？何等为出生智慧？何等为变化？何等为力持？何等为得大欣慰？何等为深入佛法？何等为依止？何等为发无畏心？何等为发无疑惑心？何等为不思议？何等为巧密语？何等为巧分别智？何等为入三昧？何等为遍入？何等为解脱门？何等为神通？何等为明？何等为解脱？何等为园林？何等为宫殿？何等为所乐？何等为庄严？何等为发不动心？何等为不舍身大心？何等为观察？何等为说法？何等为清净？何等为印？何等为智光照？何等为无等住？何等为无下列心？何等为如山增上心？何等为入无上菩提如海智？何等为如宝柱？何等为发如金刚大乘誓愿心？何等为大发起？何等为究竟大事？何等为不坏信？何等为受记？何等为善根回向？何等为得智慧？何等为发无边广大心？何等为福藏？何等为律仪？何等为自在？何等为无碍用？何等为众生无碍用？何等为刹无碍用？何等为法无碍用？何等为身无碍用？何等为愿无碍用？何等为境界无碍用？何等为智无碍用？何等为神通无碍用？
何等为神力无碍用，何等为力无碍用，何等为游戏，何等为境界，何等为力，何等为无畏，何等为不共法，何等为业，何等为身，何等为身业，何等为身，何等为语，何等为静修语业，何等为得守护，何等为承办大事，何等为心，何等为发心，何等为周遍心，何等为诸根，何等为身心，何等为增上身心，何等为勤修，何等为决定解，何等为决定解入世界，何等为决定解入众生界，何等为习气，何等为取，何等为修，何等为成就佛法，何等为退失佛法道，何等为离生道，何等为决定法，何等为出生佛法道，何等为大丈夫名号，何等为道，何等为无量道，何等为住道，何等为修道，何等为庄严道，何等为足，何等为手，何等为腹，何等为脏，何等为心，何等为披甲，何等为气障，何等为手，何等为眼，何等为耳，何等为鼻，何等为舌，何等为身，何等为意，何等为行，何等为住，何等为坐，何等为卧，何等为所住处，何等为所行处，何等为观察，何等为普观察，何等为奋训，何等为狮子吼，何等为清净师，何等为清净戒，何等为清净忍，何等为清净精进，何等为清净定，何等为清净慧，何等为清净慈，何等为清净悲，何等为清净喜，何等为清净舍，何等为意，何等为法，何等为福德助道具，何等为智慧助道具，何等为明足，何等为求法，何等为明了法，何等为修行法，何等为魔，何等为魔业，何等为舍离魔业，何等为见佛，何等为佛业，何等为慢业，何等为智业，何等为魔所摄持，何等为佛所摄持，何等为法所摄持，何等为助兜率天所作业，何故于兜率天宫末，何故现处胎，何等为现微细去，何故现出生，何故现微笑，何故事行七步，何故现童子弟，何故现处内宫，何故现出家，何故是苦行，云何往诣道场，云何作道场，何等为作道场时其特相，何故是降魔，何等为成如来力，云何转法轮，何故因转法轮得白净法，何故如来应正等觉是波涅盘，善哉佛子，如是等法愿为演说。尔时普贤菩萨告普慧等诸菩萨言，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一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以菩提心为一，恒不忘失故，以善知识为一，和合如一故，以善根为一，修集增长故，以波罗蜜为一，具足修行故，以一切法为一，究竟出离故，以大愿为一，增长菩提故，以诸行为一，普结成就故，以一切菩萨为一，同一智慧故，以供养诸佛为一，信心清净故，以一切如来为一，如慈父教诲不断故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为如来无上大智所依处。佛子，
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奇特想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于一切善根生自善根想，于一切善根生菩提种子想，于一切众生生菩提气想，于一切愿生自愿想，于一切法生出离想，于一切行生自行想，于一切法生佛法想，于一切语言法生语言道想，于一切佛生慈父想，于一切如来生无二想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无上善巧想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行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一切众生行，普令成熟故；一切求法行，贤悉修学故；一切善根行，悉使增长故；一切三昧行，一心不乱故；一切智慧行，无不了知故；一切神通行，变化自在故；一切修习行，无不能修故；一切佛刹行，皆悉庄严故；一切善友行，恭敬供养故；一切如来行，尊重成事故。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大智慧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善知识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令住菩提心善知识，令生善根善知识，令行诸波罗蜜善知识，令解说一切法善知识，令成熟一切众生善知识，令得决定辩才善知识，令不着一切世间善知识，令于一切劫修行无厌倦善知识，令安住普贤行善知识，令入一切佛智所入善知识，是为十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勤精进，何等为十？所谓教化一切众生勤精进，深入一切法勤精进，严禁一切世界勤精进，修行一切菩萨所学勤精进，灭除一切众生恶勤精进，止息一切三恶道苦勤精进，摧破一切众魔勤精进，愿为一切众生做清净眼勤精进，供养一切诸佛勤精进，令一切如来皆悉欢喜勤精进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具足如来无上精进波罗蜜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心得安隐，何等为十？所谓自住菩提心，亦当令他住菩提心，心得安隐；自究竟离分正，亦当令他离分正，心得安隐；自离凡愚法，亦令他离凡愚法，心得安隐；自勤修善根，亦令他勤修善根，心得安隐；自住波罗蜜道，亦令他住波罗蜜道，心得安隐；自生在佛家，亦当令他生于佛家，心得安隐；自深入无自性真实法，亦令他入无自性真实法，心得安隐；自不诽谤一切佛法，亦令他不诽谤一切佛法，心得安隐；自满一切智菩提愿，亦令他满一切智菩提愿，心得安隐；自深入一切如来无尽智藏，亦令他入一切如来无尽智藏，心得安隐。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大智安隐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成就众生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以布施成就众生，以色身成就众生，
以说法成就众生，以同行成就众生，以无染着成就众生，以开示菩萨行成就众生，以赤然示现一切世界成就众生，以示现佛法大威德成就众生，以种种神通变现成就众生，以种种微密善巧方便成就众生，是为实，菩萨以此成就众生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界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不舍菩提心界，远离二乘地界，观察利益一切众生界，令一切众生住佛法界，修一切菩萨所学界，于一切法无所得界，以一切善根回向菩提界，不着一切如来身界，思维一切法离取着界，诸根律一界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广大界波罗蜜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受记法，菩萨以此自知受记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以殊胜意发菩提心，自知受记，永不厌舍诸菩萨行，自知受记，住一切劫行菩萨行，自知受记，修一切佛法，自知受记，于一切佛教一向深信，自知受记，修一切善根皆令成就，自知受记，至一切众生于佛菩提，自知受记，于一切善知识和合无二，自知受记，于一切善知识起如来想，自知受记，恒勤守护菩提本愿，自知受记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，入诸菩萨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本愿，入行，入聚，入诸波罗蜜，入成就，入差别愿，入种种解，入庄严佛土，入神力自在，入示现受生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入三世一切菩萨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，入诸如来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无边成正觉，入无边转法轮，入无边方便法，入无边差别音声，入无边调伏众生，入无边神力自在，入无边种种差别身，入无边三昧，入无边力，无所谓，入无边示现涅槃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入三世一切如来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众生行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一切众生过去行，入一切众生未来行，入一切众生现在行，入一切众生善行，入一切众生不善行，入一切众生心行，入一切众生根行，入一切众生解行，入一切众生烦恼习气行，入一切众生教化调伏时非时行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入一切诸众生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世界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染世界，入净世界，入小世界，入大世界，入微尘中世界，入微细世界，入富世界，入养世界，入有佛世界，入无佛世界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入十方一切世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入劫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过去劫，入未来劫，入现在劫，
入可数节，入不可数节，入可数节即不可数节，入不可数节即可数节，入一切节即非节，入非节即一切节，入一切节即一念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入一切节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说三世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过去世说过去世，过去世说未来世，过去世说现在世，未来世说过去世，未来世说现在世，未来世说无尽，现在世说过去世，现在世说未来世，现在世说平等，现在世说三世即一念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说三世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知三世，何等为实？所谓知诸安利，知诸语言，知诸谈意，知诸轨则，知诸称谓，知诸制定，知其假名，知其无尽，知其寂灭，知一切空，是为实。菩萨以此普知一切三世诸法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无疲厌心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供养一切诸佛无疲厌心，亲近一切善知识无疲厌心，求一切法无疲厌心，听闻正法无疲厌心，宣说正法无疲厌心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无疲厌心，执一切众生于佛菩提无疲厌心，于一一世界经不可说不可说劫行菩萨行无疲厌心，游行一切世界无疲厌心，观察思维一切佛法无疲厌心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疲厌无上大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差别智，何等为实？所谓知众生差别智，知诸根差别智，知业报差别智，知受生差别智，知世界差别智，知法界差别智，知诸佛差别智，知诸法差别智，知三世差别智，知一切语言道差别智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广大差别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陀罗尼，何等为实？所谓闻持陀罗尼，持一切法不忘失故，修行陀罗尼，如实巧观一切法故，思维陀罗尼，了知一切诸法性故，法光明陀罗尼，照不思议诸佛法故，三昧陀罗尼，普于现在一切佛所听闻正法心不乱故，原因陀罗尼，解了不思议因生语言故，三世陀罗尼，演说三世不可思议诸佛法故，种种辩才陀罗尼，演说无边诸佛法故，出生无碍耳陀罗尼，不可说佛所说之法悉能闻故，一切佛法陀罗尼，安住如来力无畏故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欲得此法，当勤修学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说十种佛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成正觉佛、愿佛、业报佛、住持佛、涅槃佛、法界佛、心佛、三昧佛、本性佛、随乐佛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普贤心，何等为实？
所谓发大慈心，救护一切众生故，发大悲心，待一切众生受苦故，发一切施心，悉舍所有故，发念一切智为首心，乐求一切佛法故，发功德庄严心，学一切菩萨行故，发如金刚心，一切处受生不忘施故，发如海心，一切白净法悉流入故，发如大山王心，一切恶言皆忍受故，发安隐心，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，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心，即得成就普贤善巧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普贤行法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愿助未来一切劫普贤行法，愿供养恭敬本来一切佛普贤行法，愿安置一切众生于普贤菩萨行普贤行法，愿积集一切善根普贤行法，愿入一切波罗蜜普贤行法，愿满足一切菩萨行普贤行法，愿庄严一切世界普贤行法，愿生一切佛刹普贤行法，愿善观察一切法普贤行法，愿于一切佛国土成无上菩提普贤行法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勤修此法，即得满足普贤行愿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十种观众生而起大悲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观察众生无依无护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性不调顺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贫无善根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长夜睡眠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行不善法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欲复所复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莫生死海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常应疾苦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无善法欲而起大悲，观察众生施诸佛法而起大悲，是为实。菩萨恒以此心观察众生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发菩提心因缘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故，发菩提心，为除灭一切众生苦聚故，发菩提心，为与一切众生具足安乐故，发菩提心，为断一切众生愚痴故，发菩提心，为与一切众生佛智故，发菩提心，为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故，发菩提心，为随如来教令佛欢喜故，发菩提心，为见一切佛色身相好故，发菩提心，为入一切佛广大智慧故，发菩提心，为显现诸佛力无所畏故，发菩提心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若菩萨发无上菩提心，为悟入一切智智故，亲近供养善知识时，应起十种心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起己是心、欢喜心、无为心、随顺心、无意求心、一向心、同善根心、同愿心、如来心、同圆满行心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心，则得十种清净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身心清净，道于究竟无失坏故，色身清净，随其所宜为视线故，音声清净，了达一切诸语言故，辩才清净，善说无边诸佛法故，智慧清净，
舍离一切愚痴暗故，受生清净，具足菩萨自在力故，眷属清净，成就过去同行众生诸善根故，果报清净，除灭一切诸业障故，大愿清净，与诸菩萨性无二故，诸行清净，以普贤乘而出离故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波罗蜜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施波罗蜜，悉舍一切诸所有故；戒波罗蜜，敬佛戒故；忍波罗蜜，助佛忍故；精进波罗蜜，一切所作不退转故；禅波罗蜜，念依净故；般若波罗蜜，如实观察一切法故；智波罗蜜，入佛力故；愿波罗蜜，满足普贤诸大愿故；神通波罗蜜，示现一切自在用故；法波罗蜜，普入一切诸佛法故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具足如来无上大智波罗蜜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智随觉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一切世界无量差别智随觉，一切众生界不可思议智随觉，一切诸法一入种种，种种入一智随觉，一切法界广大智随觉，一切虚空界究竟智随觉，一切世界入过去世智随觉，一切世界入未来世智随觉，一切世界入现在世智随觉，一切如来无量行愿皆于一智而得圆满智随觉，三世诸佛皆同一行而得出离智随觉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一切法自在光明，所愿皆满，于一念请悉能解了一切佛法，成等正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正知，何等为实？所谓知一切法一相，知一切法无量相，知一切法在一念，知一切众生心行无碍，知一切众生诸根平等，知一切众生烦恼习气行，知一切众生心始行，知一切众生善不善行，知一切菩萨愿行自在住持变化，知一切如来具足实力成等正觉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一切法善巧方便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力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入一切法自性力，入一切法如化力，入一切法如幻力，入一切法皆是佛法力，于一切法无染着力，于一切法甚明解力，于一切善知识恒不舍离尊重心力，令一切善根顺至无上智王力，于一切佛法深信不谤力，令一切智心不退善巧力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具如来无上诸力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平等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与一切众生平等，一切法平等，一切刹平等，一切身心平等，一切善根平等，一切菩萨平等，一切愿平等，一切波罗蜜平等，一切行平等，一切佛平等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一切诸佛无上平等法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佛法十义句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一切法但有名，一切法犹如幻，一切法犹如影，一切法
但缘起，一切法业清净，一切法但文字所作，一切法实际，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第一义，一切法法界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善入一切智智无上真实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法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说甚深法，说广大法，说种种法，说一切智法，说随顺波罗蜜法，说出生如来力法，说三世相应法，说令菩萨不退法，说赞叹佛功德法，说一切菩萨学一切佛平等，一切如来境界相应法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巧说法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持，何等为持？所谓持所及一切福德善根，持一切如来所说法，持一切譬喻，持一切法理趣门，持一切出生陀罗尼门，持一切除疑惑法，持成就一切菩萨法，持一切如来所说平等三昧门，持一切法照明门，持一切诸佛神通游戏力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大智住持力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辩才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于一切法无分别辩才，于一切法无所作辩才，于一切法无所着辩才，于一切法了达空辩才，于一切法无疑暗辩才，于一切法佛家批辩才，于一切法自觉悟辩才，于一切法文句差别善巧辩才，于一切法真实说辩才，随一切众生心令欢喜辩才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巧妙辩才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自在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自在，普照一切法自在，修一切善根行自在，广大智自在，无所依戒自在，一切善根回向菩提自在，精进不退转自在，智慧摧破一切众魔自在，随所乐欲令发菩提心自在，随所应化现成正觉自在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大智自在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着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于一切世界无着，于一切众生无着，于一切法无着，于一切所作无着，于一切善根无着，于一切受生处无着，于一切愿无着，于一切行无着，于一切菩萨无着，于一切佛无着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能速转一切众想，得无上清净智慧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平等心，何等为实？所谓积极一切功德平等心，发一切差别愿平等心，于一切众生身平等心，于一切众生业报平等心，于一切法平等心，于一切净慧国土平等心，于一切众生解平等心，于一切行无所分别平等心，于一切佛力无畏平等心，于一切如来智慧平等心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安住其中，则得如来无上大平等心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
有十种出生智慧，何等为十？所谓知一切众生解出生智慧，知一切佛刹种种差别出生智慧，知十方网分歧出生智慧，知富养等一切世界出生智慧，知一切法一性种种性广大住出生智慧，知一切种种身出生智慧，知一切世间颠倒妄想悉无所着出生智慧，知一切法究竟皆以一道出离出生智慧，知如来神力能入一切法界出生智慧，知三世一切众生佛种不断出生智慧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于诸法无不了达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变化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一切众生变化，一切身变化，一切刹变化，一切供养变化，一切音声变化，一切行愿变化，一切教化调伏众生变化，一切成正觉变化，一切说法变化，一切加持变化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具足一切无上变化法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力持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佛力持、法力持、众生力持、业力持、行力持、愿力持、境界力持、持力持、善力持、智力持，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于一切法得无上自在力持。普光三会，万行圆修，普贤平卸二千愁，苦海泛慈舟，一句全收，法义益其舟。